请你。 这位就是咱的本地的身躯边的客服助理。我知影百货公司 VIP 伫咧新款上市，还佫有换证进前任务一到两次的导购服务，而且消费金额佫较悬的 BVIP 佫较容易享受这种尊荣待遇。原来你对这嘛有研究？啊，对了，我煞袂记得，你之前嘛是天虹集团。不重要啊。 只要我的贵客的经验会当对我的工作有帮助就好啊！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用的。对了，等你贵宾下来，看到卡塔路过来带伊物件有介意的，你就请助理哦，替你提就好。我知影。今仔日贵宾哦，真正特别，一定会好好服务。大气人才啊！哎呦喂啊！我操啦！笑话多啦！ 总经理两位中，一定要我款待。嘿，我真正无看过哦，要开钱，个人甲你勾钱来啦，拢个搁有反应哦，叫我带你来买名牌首饰。唔买。这物件计小拢贵，双双，搁再讲，迄一千八百万，今嘛伫咧大讲，知影咧，爱较欠你啦。来，大姐。 坐哦，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今仔日哦，一定要赶紧领，啊那无，我无法度甲龙哥哥交代。啊，这，哎呦！两位蔡慧玲，今仔日想要领茶还是咖啡？上好的咖啡，甲我来两杯。嘿，啊你哪在遮？两位蔡慧玲你好，我是今仔日服务恁的专员，我叫张丽文，麦当叫我 Kelly。 真正是哦，转角拢会拄着你呢。你第一名，牛啦，袂输敢变色龙咧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做啥成啥。喂，我有冤家哦，这毋是咱兜的。两位贵宾，请坐啦，我去请人哦替恁传咖啡甲点心。啊，谢谢哈、啊。来。 赵福林，您好。这是上新的品牌目录，您若是伫个内底看介意啥，还是想要买啥，我拢会当替您介绍。你就是你，来。你哦，甲伊头拄仔讲的话，搁讲一遍。我那听着伊的声哦，感觉我的耳根里嘟嘟嘟，迄杂讯足济。你臭鱼人哦，我拢听个清清楚楚啊啦。来啦，看你要买啥啦。 听着啊，莫一直叫。啊，伫咧遮做工课袂歹吼，啊，环境较单纯啦。对啊，较单纯啦，至少比酒店搁较单纯啦，毋免哦，啉酒啉甲吐啦。你讲对毋对，Kelly小姐？吼！ 你到底是外欠钱啦？酒店小姐嘛做，啊，钢管舞嘛跳，哦，你真正足恐怖的呢，这人哦，讲变面就变面，甲你斗阵哦，足可怕的。你哦，一定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李夫人，看你啦，有代无志讲，这是要创啥啦？你若是要继续讲下去，唔来得哦。小旭，好，歹势。 我先别那卖讲。赵夫人，咁要替你介绍。好啊，好啊。赵夫人，因为你的皮肤足白，而且气质嘛足好诶。 我嘛注意到，你较惯是穿裤装对吧？奶奶，你应该是一个做啥物代志，拢是亲力亲为的人。嘿啊，哎，你哪会知影？哇，就隐秘落来啦！啊，厝内代志我拢爱家己做呢，穿裙哦不方便。是，我会当了解。奶奶，这个白做的衫就适合你的。哈、哦，这个色。 还是这个是拢会用的。
老夫人，你敢有想要试看卖？我试看卖咧。A 五 B 六。你敢那真够劲嘞！无，你嘛教我劲几次啊！我来试穿看卖。无问题。咱这技术，我感觉就是合李夫人的。红绿黄配，黄绿红配。袂歹呢。什么？你袂歹？这白书安尼敢红绿穿，敢那红绿灯嘞？哎，你是讲我穿差足爽的哦？那我嘛足有气质的，好不？当然，李夫人嘛足有气质的。不过我是照你的穿搭来向你推荐。你若是不介意，当然还是有别项的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的穿差足歹看的哦？歹势，我无迄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你即马随叫张勇甲我出来哦，我要叫伊哦，甲你拜二吊。卖吵啦！好好好啊，衫来啊啦，我去试看卖哦，若是穿了可以哦，咱就买买好转去啦。好你哦，和阿玲有一个交代，好不？讲拢讲袂听的，吵吵吵。嘘，老夫人，这边请。我知影李夫人今仔日袂帮我刷，我会当了解，我嘛接受。也毋过，这是伊介绍予我的工课，我嘛愿意回是无？伊介绍你来遮做工课，毋但是安尼，而且伊阁替我找大个所在，所以我即马是住伫个因阿公阿母的附近，而且伊就介意我的囡仔。就算讲我伫迄只上班，伊哦嘛是踮伫个厝内底，替我做一个免费保姆。伊真正把我当作是闺蜜共款，阮哦就亲像是好姊妹啊。所以，你是毋是嘛应该疼惜我？毕竟，咱拢爸伫个酒店上班，毋管安怎讲，我来叫你一声。学姐好，你即马随叫张勇搞出来哦！你是不是巴肚呀？啊，带回家喝奶奶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回家。我下当搁找谁借钱啊？啊，这小黑找无人，还不知死去倒啊！连一个当甲斗三工的人都无，也是靠袁美啊，煞煞去啊，卖回烦恼好啊。这股又够该死的，啊叫我投资什么虚拟货币，啊即摆钱拢卡掉的，啊伊也找无人，啊他即摆是安怎？是全世界人拢讲好做伙失踪哦？敢讲故意就是迄个神秘的人，可苏云真正是同一个人，那呢？伊毋就是一开始就想要骗我的钱，啊，所以才会放长线要钓大鱼。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！
等你哦。哎呀，咋个？敢不是袁勇甲丽文的囡仔？哦，这个张袁勇做工课无半撇，结果竟然有法度给家己的某啊替伊去照顾前女友的囡仔。这个囡仔就伫我的面头前啊，我哪会当无好好利用啊？假使讲哦，这个囡仔伫我的手头，安尼就什么拢好讲啊。咦？对，现在应该叫陈小姐。啊，你哪会在这？哎，对哦，啊，你哪会变去这？啊，你别有白讲啦，什么在去这？我只是坐在这想代志啦。哦，那呢，你豆豆想好，我先来走。哎，等等。哦，这个囡仔有够高资业啦。干嘛要我抱一个？小妈，不是，陈小姐，小太阳今嘛巴肚还阁想要困，你莫该抱啦。嗯。而且你今嘛阁有心情要抱囡仔，你真紧就要予警察抓起安尼。我是看伫咧你之前真正对我足好，我今嘛才无报警呢。我可恐你，还是较早去自首啦。机会无，即摆都要想办法，赶紧摕着钱，然后偷渡出去。